开车，他们早是开车，他骑摩托车去找，找到他那边家里啊，没有，没有的话，然后他又出来，他就奇怪，怎么会没有？然后没有痕迹哦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哦，没有痕迹，然后他就觉得怪怪的，他就停下来，探头一看，他觉得怪怪，哎，探头一看，哟。有哦，车子在底下，人坐在大石头上面，他还叫，叫兽，因为微微的声音还会回答，然后他就赶快冲出来，赶快叫救护车、消防，赶快救。一个人知道你下去也没办法，赶快出来叫救兵啊！谢谢你们了。不要这样讲啊！不要这样讲啊！真的还好你们找到，没有，没有了。请问那个地点在哪里？啊，那个地点呢？以前是没有做护栏哦，因为哈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哈，那边护栏，这边护栏，就是中间没护栏，它用飞下去，所以没有痕迹，所以那些叫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而且那些教授哈，那些学生来找哈，那所长说这个地方我走五趟了，都没看到。所以没有很厉害啊，没有啊，他们就看什么什么。看有没有痕迹啦，对，树有没有倒啦，草有没有倒啦，结果他用飞下去就没有痕迹喽，没有痕迹了，他就去找啊，就被他找到啊。出来怎么这么慢骑着出来了？哎呀，顺着外面看，你看一下，有，也没有好像，所以应该就是从他家到你家这个路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进去差不多一公里半，差不多那个。同名咖啡有没有？哎，是。同名咖啡再进去一百。再往上走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哦。那边很高，那边很高了。很高的人，我真的很意外。很高哦，好在那么快救起来哦。那一送到医院，医生说，你知道中午以后就完蛋了，因为肌肉溶血了。他自己也觉得他撑不过，哎、他不见得撑得过那一天。对啊，我说。哎，你也好了，你一大早救到一个名人。但是听说您从口袋里面啊、哦、放一张符，我们本身本来本身他就会带着了。嗯，我随时都有带。您的那个是哪一个宫庙的？哪一个宫庙发的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地理师。地理师啊。哦，地理师画的平安符。平安符，他就送张给他了、哦，给他哈，他就带着了。那我随时都在这了。随时在这了。其实哈，讲起来哈，就是说有那些东西，万一它遮着你们看不到。嗯，所以你都看得到。哎，他刚好有带那个。谢谢你啊，不要这样讲。您现在那张符还在身上吗？嗯，没有。真的会放在饭里。啊，放在另外的。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带。对对对，出门的时候。那一张还在吗？有啊，没有每年在一起啊，啊，没有每年一样啊，对，每一年要去过炉啦，要换一张新的嘛，哈，那刚好就运气了，那天哈，刚好他有带了，而且那个秘密是有送他，他带着，其实也是缘分缘分啦，是，刚刚有说邀请他们来参加，没有了，不用了，我没空，不用了，不用这样子，太忙了，因为哈。我自己种茶，做茶，你们要不要喝？您这边是什么茶？碰碰茶。东方。东方美人。也有红茶。也有红茶。我泡给你喝。我已经做60年了。哇。